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一章祝福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上帝的福音。这福音是上帝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，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述说自己的境况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上帝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情愿尽力传福音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福音是上帝的大能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，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扭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上帝的真实
变为虚谎，虚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外邦种种罪恶，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谄媚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上帝的、侮辱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弱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第二章，主召各人行为施行报应。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么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？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、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。必要行律法才得称义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恰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上帝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责人当责己。你称为犹太人，
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上帝夸口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么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么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么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么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辱上帝么？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唯独心里的割礼才有益处。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么？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么？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，不是真犹太人；外面肉身的割礼，也不是真割礼。唯有里面作的，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疑问。这人的称赞，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上帝来的。第三章，犹太人的长处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么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上帝降怒是他不义么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上帝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引证犹太和外邦都在罪恶之下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么？决不是的。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；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；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鬼诈，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
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上帝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信靠耶稣乃得称义，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么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上帝只作犹太人的上帝么？不也是作外邦人的上帝么？是的，也作外邦人的上帝。上帝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么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第四章，阿伯拉罕作因信称义的表样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阿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。经常说什么呢？说阿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作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作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么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么？因我们所说阿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
并且按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迹去行的人，因为上帝应许阿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，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那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。阿伯拉罕为众信者之祖。阿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上帝。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作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作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第五章，因信称义的福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和。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基督为罪人死，显明上帝的爱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藉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。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，且藉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，也就藉着他以上帝为乐。罪由亚当而来，因由基督而得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
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么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，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么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添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第六章，信徒向罪而死，向上帝活着。这样怎么算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？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上帝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上帝，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。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罪与恩的结局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么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，顺从谁，
就作谁的奴仆么？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作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作了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第七章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么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移民的旧样。律法使人知罪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么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藉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藉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么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藉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。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作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作；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作。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
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。良心与情欲交战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。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，就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上帝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信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信服罪的律了。第八章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随从肉体与随从圣灵的比较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，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奴仆的心与儿子的心比较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得赎的盼望，我想现在的苦楚
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爱上帝者万事得益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信靠主的必能得胜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？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么？是困苦么？是逼迫么？是饥饿么？是赤身露体么？是危险么？是刀剑么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第九章，保罗忧愁以色列人不信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作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
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可称颂的上帝。阿们。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，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人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作出来，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上帝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随意怜悯慈悲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么？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预言外邦人蒙爱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强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？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权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上帝在何西亚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所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相比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
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，就如经上所记：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第十章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上帝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上帝的义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：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如此说：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：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：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：人没有听见么？诚然听见了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：以色列人不知道么？先有摩西说：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，惹动你们的愤恨；我要用那无知的民，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：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：我整天伸手招呼那勃逆顶嘴的百姓。第十一章，以色列人不存避弃。我且说：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么？断乎没有。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阿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。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？
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：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上帝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如今也是这样。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如经上所记：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：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基缆，变为绊脚石，作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犹太人所失，为外邦人所得。我且说，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么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奋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奋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上帝和好；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么？所献的身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；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若有几根枝子被截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，乃是根托着你。你若说，那枝子被截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截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撼下来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撼下来的，尚且亦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犹太人暂时被弃，终必得救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：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：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就着福音说：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。就着拣选说：
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信服上帝，如今因他们的不信服，你们倒蒙了怜恤。这样他们也是不信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，现在也就蒙怜恤。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恤众人。主智无穷，主道难寻。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作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第十二章，献己与主当作活祭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各人说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，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作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，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作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作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作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圣徒的品行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；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；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行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苦咒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作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第十三章，要信服掌权者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信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。凡掌权的，都是上帝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上帝的命。抗拒的，必自取刑罚。作官的，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么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信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；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爱心完全律法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当趁早醒悟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敬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第十四章，不要辩论信心软弱的。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。你是谁，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上帝。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上帝。活为主活，死为主死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
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，不可使弟兄跌倒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。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上帝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要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不可因食物毁坏上帝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、是喝酒、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作才好。你有信心，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就有福了。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第十五章，当效基督，勿求己悦。我们坚固的人，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上帝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上帝。我说，基督是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重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为外邦人作基督的仆役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
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，作上帝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所以论到上帝的事，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，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古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，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，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，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存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，因为马其顿和阿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。保罗求罗马弟兄为己祈祷。弟兄们，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，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，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愿赐平安的上帝常和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第十六章，举荐菲比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，请你们为主接待她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她，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几样的问安。问白基拉和阿居拉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又问玛利亚安，他为你们多受劳苦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，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。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
暗伯利安，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以巴奴，并我所亲爱的是大古安，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阿比利安，问阿利多布家里的人安，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，问拿其素家在主里的人安，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库撒士安，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色士安，又问在主蒙拣选的老夫和他母亲安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又问阿信祈祷弗勒干、黑米、巴罗巴、黑马，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，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、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，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。你们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。防备背道者的诱惑。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。你们的信服已经传于众人，所以我为你们欢喜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、耶孙、所西巴德问你们安。我这代笔写信的德雕在主里面问你们安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问你们安。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，直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